我告诉大家，这世界冠军可不是白说的啊！来，导演，羽毛球拍子在哪里？有没有？衡量羽毛球运动员能力的一个标准就是扣球速度。职业运动员能达到近400公里的时速。为了现场考验世界冠军鲍春来，节目组特意设置了用羽毛球打穿报纸的环节。现场观众最多一次性穿过12层报纸。那么世界冠军鲍春来能穿透多少层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轻松一下，按照这个势头啊，绝对还可以再加。接下来难度增加54张报纸。我的天哪！哎呀，这样，为了更厉害的显示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的功底，我们还要一个非常厉害的绝技展现给大家，用羽毛球来击打西瓜。西瓜？哎，大家会觉得我能够打破吗？其实我觉得还挺难的，因为是挺难，因为这个西瓜我觉得它是比较壳比较硬。那当然了，所以得试试。哇，要这样打哦？没可能吧？这是个瞄准的问题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。